究竟还有多少事在瞒着朕？我托人打听到这个封印凶险异常。叶子，你若执意要解，有可能从此就醒不过来了。总之解封印很危险，你不要这么做。可我不得不解。叶子，我……嘘。他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。别管我了，你快走，快啊！别追了。天妃娘娘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是。你今天就当着陛下的面说，你和那女人是什么关系？就是而已。是吗？是啊。你跟他私底下相会，这是第几次？娘娘，我真的就是跟顾娇叙个旧，你也不至于如此咄咄逼人吧？你，天妃，你回宫去吧。可是陛下。你觉得这种话能瞒得了朕？陛下，臣知道的就这么多了。如果陛下还不相信，大可以自己去查。那朕问你，这凌霄烟火是从何而来？上一次天妃月氏之毒的破解之法，你到底是从何得知？你究竟还有多少事在瞒着朕？陛下，臣不知，原来陛下在意的是这些事。但是陛下也知道，臣不是天妃娘娘，不会对您俯首帖耳。这些事，恕臣无可奉告。你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，是想让朕把你打入天牢吗？谨遵圣意。凌云，将他打入大牢，没有朕的允许，谁也不许放他出来。是。白大人。